因应武汉肺炎疫情，为防止群聚感染，教育部宣布高级中学以下学校108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学日延后2周，至2月25日开学。此为延长寒假缩短暑假，该学期休业式也延后至7月14日。原定2月15日补上班上课规划，也同时取消。屏东县长潘孟安在中央宣布防疫措施第一时间，即透过脸书提醒民众，教育处也配合防疫政策，加强宣导。 根据这个学生的一个安全防护啊，以这样的一个作为啊，我们县市就是配合教育部的一个规定来实施这样子，防疫视同作战啊，但是也不必过度的一个恐慌，因为以我们屏东来讲，那县长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们没有任何一位的确诊的 病例了哈，但是我们料敌从宽嘛，那这个愈敌重演，所以大家提高警觉。至于私立幼儿园及以上课的安亲班、补习班，教育处则强调维持现状，但需加强检测管理，包含量体温、宣导勤洗手、做好卫生习惯，希望相关机构配合，也请民众为自己的家人及大众的健康配合中央防疫措施。 配好这个类似额温枪药、这个量体温啊、通风的啦、啊，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群聚密闭上面要特别的这个注意，所以他们的一个配套措施，这个都有根据我们的教育部的一些建议啊，来做一个防范。 另外，基于防疫必要，家中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，父母其中一位可向雇主请防疫照顾假，雇主应予准假，最多可请到14天。是否给薪，需要看公司决定。教育处也提醒，国中会考、技专统测、大学指考等各项入学考试日程维持不变，不会影响众多考生的权益。屏东新闻张如英、杨正义采访报道。